我们怎么又在车子里面干嘛？今天又要来取餐的，而且是有人不知道我要来取餐。真的，刚刚明明是去帮爷爷买霸丸，然后突然叔叔说他想好晚餐要吃什么。对，我刚刚想说晚餐我要吃。他说要吃一个什么调酒餐厅的意大利面啊，卖酒的店，然后有转型做意大利面，然后我就想说你怎么会吃意大利面？所以是什么餐？秘密，是为了什么目的？你自己讲的，是某人生日啊。欸，那有蛋糕可以吹蜡烛吗？没有蛋糕。我昨天还想这件事情，我也是我入睡的时候，我就是在。就是闭上眼就想说是不是有什么事还没有做啊？蛋糕，算了吧，反正他也知道我这个人就是生日也不用一定要吃蛋糕啊，谁规定的？你该不会因为这样昨天失眠啦？我昨天是真的失眠，但我不是在讲这件事情，这件事情是其中一个环节。Sing, won't you sing with me? Leave everything for me. Stay the night. Oh. Miss your flight. 刚上一块啊，好，谢谢。哇，还有沙拉耶，这是什么？哇，很豪华的感觉。龙虾哦，我看红红的。下面还有是什么？这什么？哎，其实都拍不出来，这什么？我回去看看喽。好哦，好，走吧，趁现在热的时候。Go。所以企划的生日餐企划多久了？是昨天才企划。What？ 然后本来这集是要拍的，因为。是我说要拍的啦，我想要记录一下第一次在疫情的时候过生日。正常来说，我们这个周末应该已经在别的国家了吧？你跳绳越跳越黑了，看一下我们的晚餐在你手上，好像没有很多哎、欸，我觉得蛮丰盛的感觉。你订了什么好料？订了就是他推荐的，因为他是这样讲的，金华推荐他的这个是必点的餐，叫做炉烤乐眼牛排，是两份炉烤乐眼牛排加上一个龙虾，所以是海陆双享。所以是一只龙虾还是两只龙虾？一只龙虾吧。看一下海陆双享哦，哎、欸，是两只龙虾，我看两个螯哎、欸。四个螯啊，一二三，嗯，是两个，啊，一只，他把那一只剖半了，哦 no， 一人吃一半，然后一个螯，一人吃一个螯，松露马铃薯泥，哎、欸，真的是松露哎、欸，我闻起来很像以前那什么瓦斯半岛香松之类的那种，就是撒在饭上面的那海苔味，耶，生日大餐，生日快乐。假借生日30岁，假借生日名义，我们要来吃大餐的。30岁吗？允许你今天讲30岁。嗯，而且今天的餐看起来很完整，就是因为我们上次就只有龙虾，就是主体都是胡椒虾，对，就是。但是这次很完整，就是有配菜、前菜、海鲜、牛排，还有马铃薯泥跟汤。然后，而且每个主菜里面都还有一些配料。都还蛮不错，很丰盛。好饿哦！我看到就饿了。我们应该再拍一下特写再吃。你再忍耐一下。嗯，好吃喽！生日快乐！生日快乐！生日快乐！嗯。我好饿啊！这口给你，这口给你。不要，我等一下自己吃就好了。你赶快先吃，你是寿星。龙虾在我嘴巴里面唱生日快乐歌。你太夸张了，你。很弹嘞，你看它有多运动，我这样捏它，它可以直接弹回来。我们会不会变成那个专门吃龙虾的地方？那希望就是会有厂商找我们来业配龙虾。嗯。我的生日愿望吗？虾头达人，我要吃身体饿。你不是最会吃虾头了吗？哇，这次脑很多呢、哦。真的，你要鸟屎又来了，要吃鸟屎。你要用汤匙挖出来。我来先吃鸟屎哦。听不懂的人，请看上一集。哦，很多哎，鸟屎哎、欸，真的很多哎，这次会不会很臭？我最爱鸟屎。你刚刚是翻白眼吗？夸张。
真的冲到脑门，哇，很瞎哦，小小痛，更重，比上次更重。完蛋了，你不喜欢？不会不喜欢，但是就是有一种会冲爆出来的那种味道，哦，我能够一整个扒出来，那才叫厉害。哎，扒起来啦、啊！你根本没扒，你只是把它举起来而已。你还记得我们上次敲到一个不行？嗯。就是要帮你加那个配乐吗？你自己发出那个声音看看好了。哇，好吃啊！来喽，准备喽！哇，很厚，我觉得它只会断掉。比脸大牛排，好像我脸还是比较大一点吧。好吃哦、嗯！他说是他们的招牌。哎呦，哦、啊，你吃到都不用开眼睛了，就是一直在品尝它的，好香哦，真的很好吃哦。嗯，所以是真的，他们可以算他们的招牌菜的感觉。它看起来是老的，凭良心讲，我看它外观，对，我也觉得它是老的。我觉得很像那种八贝那种现切的，可是哦，很好，嗯，太好吃了。很香哎，对对，我刚形容的很多水哦，我刚形容的没有错，对不对？嗯，很香，好吃。你知道为什么我刚刚都没有讲话，对不对？因为你一直很想要专心的咬，因为每咬一口都会那个汁肉汁，然后肉香都一直跑出来。对对对对对，然后真的想可以打一下那个蒜头来吃。金华的厨师在后面对瞪你了，不会了。他还说这种东西就是你回去觉得太吃，你可以自己再加热哦。香哦，这样刚好哎、欸。我看一下，这是五分六分吧，五分之类的吧。好。嗯，牛肉更香哎、欸，真的，煎完更好吃哦。嗯，吃肉肉长肉肉。Yes。哎，加上牛油，你要我帮你上多少音效啊？哦，好香哦，油。好了，我们要继续吃的。然后生日快乐！不要忘记今天这一餐最重要的是有人生日哦。那你要唱歌？祝你生日快乐。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凯文生日快乐。OK， 你什么时候变美声路线了？怕滑落地，我是怕滑落地，怕滑落书，所以就不要落地就好，不要怕滑就不会落地。好了，谢谢。太饱了，超饱的。不会，刚刚我这样唱歌那片段不会被人家揍之类的，就很讨人厌之类的。会很讨人厌吗？不要，蛮好笑的、啊。好啦，谢谢叔叔的惊喜的晚餐。不会，就是今年也只能这样过了。但是能够在一起过就很好了。然后也祝跟我一样是巨蟹座的朋友们生日快乐！双子座之前生日快乐，好哦。处女座也预祝生日快乐。你也太夸张了，你怎么又有一个东西啊？好重哦！真的是每天都在吃的，而且每一天的分量都越来越大，越重量级的感觉，真的很大哎！你往前走，你看我的。都跑出来了，生日大餐从昨天晚上吃到今天早上，一整个就是生日那什么生日流水席，外带流水席，对，还蛮好笑的。而且刚刚就是我们要去取餐，然后我觉得大家的包装，这家的包装真的超用心的，跟我们之前都不一样。Sunny rain
期待有食物呢 ？Food， 食物，超重的食物，车子会被垮掉。哇，这箱子很精美，真的。我就算开玩笑，可能还是想要留着箱子看可以装什么东西。我觉得它有一种里面是装一台三 C 产品 ，iMac 之类的。对，好重哦。越是艰难越要吃饭，才有力气站在一起。然后记得我们昨天吃的是牛排，饭店的牛排跟龙虾，海陆大餐，我们的生日大餐的延续，所以我们把它定调为就是流水席，从早吃到晚。你就这样，哇，太像机器感，哎，不愧是大集团的东西哟。真的吗？先看有什么，就是排的很整齐。秘制酸梅汁，平常就是吃饭，然后麻辣火锅都要配的东西。麻辣锅最爱的油条。骄傲的贡丸，什么？乱取名字。哎，好多颗哦。几颗？哦。感觉很好吃。对啊。点到上面去，好满哦！你看，满到盖子上面去都有哎。也很像拉面啊。对啊，就拉面的感觉。哇，汤给你超多的，汤底好多哦。我看到豆腐、鸭血，我流口水了。重就重在这个，刚刚我觉得这个，啊，放回来，等下要吃才知道，这个是不是燕饺？这什么？是某种饺类啊，好特别哦，姜吧，某一种姜。我们吃了这么多家麻辣锅以来，这家味道我还是不曾有闻过的味道。是哦，这还蛮香的。哇，好大一块哦！我们锅太小了，可能要分很多次。对，所以叔叔来。已经到底了。哎，你的表情最近很丰富呢。抖什么？我刚刚说我们已经没有食欲了，我真吃下这一口，我觉得马上食欲都来了。真假那么好吃？嗯，好吃。我觉得你最近吃东西表情都很夸张哎，因为真的很好吃。你刚刚有带皮猪肉，它的带皮真的很 Q 很弹那个皮。很 Q 很弹哦，因为它切得很薄，所以这其实有点脆度。哦、嗯，真的。哦。嗯，好吃。我觉得它，因为我原本其实它的肉会有一点老，因为猪肉在我心中很印象。我觉得它汤，我刚刚虽然说没喝汤，但是沾到一点汤，我觉得它汤比麻辣那个海底捞好喝。不用沾酱哎，我觉得。对，就是还有海底捞的汤，我觉得它不能喝，但我觉得它汤吃起来是可以喝的。这个油条。我觉得我每次吃麻辣锅的油条都会有一种心理压力，就是而且我现在要穿白色，真的，就是希望它不会喷出来。吃麻辣锅为什么要吃油条？就是它一个口感上的脆度，然后它又可以吸满麻辣的汤汁。我自己想的，应该是吧？有脆，以前有脆度。嗯，哎呀，它汤真的好喝哎，它有辣，然后。有麻，但是不会到太 over。嗯，哎，我觉得它的厚辣有辣。是啊，开始。所以不用放花椒喽。我觉得可以放哎，你不是喜欢放花椒吗？对啊，我很喜欢花椒。来，喜欢花椒的麻。那你要生吃一颗花椒吗？不要，我不会麻。这一箱太少了吧？哦，好香哦，花椒很香啊。你要放几颗？放一半好了。你确定？你最喜欢吃的麻辣锅豆腐？对，因为我觉得麻辣锅豆腐真的非常的好吃，它的感觉好像在汤汁里面炖煮了很久，吸收很多汤汁的精华。好烫哦 ！Oh no！烫伤了啦！我们现在有烫伤事件。我这个应该是要把它卡住 ，sorry。买单，然后再重新一次。浪费。好像很烫。哇，这蛋真的有入味，完全入味。是啊、哦，好嫩哦。你看它气孔超多的，非常入味。姜啊，应该怎么加？你要挑战徒手做虾姜。对，这样可以，这样可以。这是叔叔刚刚丢下去的，不知道是什么的东西。嗯，还在这边。饺子。哦，
什么？你让我感受一下。什么花？有虾子的味道。可是你没有一丝一丝的什么？应该就海鲜锦、海鲜滑吧之类的，就所有海鲜的东西都好吃哎、欸。欸、你不觉得它的辣是那种温润的辣，就是它不是那种会让你舌头瞬间不舒服的那种辣。不敢吃辣的，我觉得它的辣我觉得可以，就是它的辣不是那种你吃了会马上反弹，然后觉得的那种辣。海底捞的辣就真的是辣，那也可以调啦，是可以调，但是这不用调，就是就觉得它是很温润的辣，感觉就是你就算拉肚子，你也不会拉皮。难讲，要到隔天才知道啊、哦。对，要到隔天才知道。就如果大家要买外带的话，你们可以多再多额外准备一些很吸汤吃的菜，比如说金针菇啊、豆皮啊那些。我觉得，哦，晚上我们可以继续吃啊，这应该可以吃两餐。可以的。可是我们下次露营就买这种东西，一箱再去露营，看看。哎，好像可以，这算是一种。避难包的感觉，就是那种即时什么野炊包。对啊，你不觉得这样子不错吗？我们就是去一些很有名的店，然后外带他们的美食，然后去露营地，感觉我们的露营伙伴会觉得我们很偷懒。好哟，那我们要开始专心的吃我们的中餐了。生日从昨天晚餐一路吃。到今天早中午，但是也还没有到真的生日，还没到。今天呢、啊？今天在拍摄，拍摄的时候还没到。你们看到影片的时候，我已经过完了，然后就这样、嗯。我明年看到这一集，会不会觉得我们很荒谬？不会，我觉得终于摆脱了这一次的生日流水席，就到这边了。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，就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、开铃铛。Count the stars up